还有一个是个文件包好像。什么是本地包好呢？比如说这个，我写的，这个就是本地包，包含哪个文件？包含这个文件，然后里面有什么？看一下。PHP info，这个没有吗？按照你的意思是，按照你的那个理解，你说一下，就是把里面内容反馈出来啊，把1.txt 的里面内容反馈出来。就是说，包含我把这个内容，这个内容，放到这里对吧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能懂吗？能理解？能理解。确定？确定。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啊，但你能理解就行。没有毛病了。那如果我想这边输出一个一，然后再包含一个当前目录下这个，可以啊。这是什么？先输出一，然后再比如里面的 S D S D。可不可以是 H T L？可以啊。好，那这个呢？哎，忘了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他呢，包含之前，他判断这个文件是否被包含了。如果被包含的话，他是不会去再去包含。然后会输出什么？这个 PHP 执行的结果最终是什么？输出一，然后呢？一，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还包含吗？这个不包含了。没毛病吗？那如果这样呢？这样就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两次。OK。那这样呢？这样也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然后呢？你继续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。OK。没毛病吗？没了。这个也讲完了，3分钟。